前几天在这儿画了块五花肉，很多粉丝给我留言啊，说画的不像，像什么柚子的肉，或者像西瓜，反正就是不像肉啊。今天咱们再画一块细细的一块肉啊，很细心的画一块肉，跟大体打个形。好，现在我们把瘦肉的地方给它画出来，用红色啊，随便画就行。现在我们把白色肥肉的地方画一下，空白的地方都是肥肉，我们给它画出来。现在我们用大红色把这个瘦肉给它画一下。现在我们画下瘦肉上面这种肥肉丝儿啊，这个随便画就行。好，画完用手抹一下。现在我们给这五花肉画个影子就好了。好了，那这块五花肉画完了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呀？要是感觉可以的话，在评论区帮我点一下。咱现在等一下狗，看看狗看到会有什么反应。